个人都匿在自己的面具后面，而有时候我们在里面会感到孤独。我们真的中了头奖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保险猫飞 number 的？不知道，我警告了明仔，他不会说出去的。新娘房的石墙上面，一个人头咁大的枪仔逃脱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十一年前的是你的？爸爸不好啊！你不要再扮嘢，不知道里面有个人在这里。我何时说过有钱才可以结婚啊？ Yeah, it's not for you. Thank you.